镇2018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选手 Jackie Love， 2021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 Miko， 2018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选手 Rookie。同时有请2022 KPL 王者荣耀职业联赛事件代表腾讯互娱天美电竞中心副总经理黄成，2019年 KPL 秋季赛冠军选手一诺，2022 KPL 春季赛冠军选手暖阳，2019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冠军选手 Cat， 请登台捧起属于你们的微博之光。是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的点赞嘉宾，国家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原主任戴维庸，乒乓球大满贯得主邓亚萍上台为各位点赞。